虽说飞禽的雄性一般自由和对象交配，但是白鹭并不是这样。雄性再如何表现出好感，雌性在没有鸟巢的情形下时绝对不会接受雄性。所以说白鹭的繁殖活动是从做巢开始。在鸟巢准备好以后，雌性白鹭会展开像新娘般洁白优美的羽毛。这可是一年只有一次的交配活动。白鹭的交配活动就如同它们的外表，又奢华又优美。雌白鹭对后代的关心也如此细致。